你要弄到鱼了？涨水还是没鱼？好冷，全是大石啊！我洗澡去。全是石的。中午晚上吃鱼头，我来做。你来做真的？这样，这样，把肚子，这样肚子好吃，这样。这样滑。这样滑。你可以举一下。这一涨水就，哎呀，还活的。是活的。医生全湿了，会感冒，我告诉你。样子。皮皮澡，给我洗澡去。皮皮都不想搭理你，吼。你这关键是脑袋，当然关键不理手了。你看，你看。你脾气好，我还做。你做不好吃，我还做。对，我妈把它清理出来。你在旁边干啥呀？你也想吃啊？对是。今天这不得了啊！这自己钓的鱼要自己长熟，啊不让我妈做。妈妈好吃。嗯。我炒又滑。妈，以后别做了，让她自己做。对呀、啊。做什么菜？不做什么青菜。没有这个鱼，今晚一直素是吧？我们有茄子，有牛肉，怎么叫没？叫牛肉啊。那是，你这人。要炒是没问题，要炒，要炒的。大蒜先扫吧，拿一个。给我还有。你来吧，你吧。我妈在这边做炒这些菜，她在这边腌她的鱼，我负责烧火。爹、yeah, ，你也闻到香味了，是不是？拜拜，不送。我妈机器猫一直在穿衣跳舞。现在的农村的生活过得挺潇洒的，以前天天不忙，现在吃完饭就跳舞，吃完饭跳舞。哦，那现在还有我。小孩大了，是我大了。你这爹你推妈子牛出去，你要不怎么不要掉到屋里？你一直出去。还不走，还不走，你还不走，快走，吵死了。哎呦，这母子俩，好久没看你跟妈怼了。一天不跟吵架，他不住家。下锅。那我今天就吃这两盘菜，花菜和牛肉。加油比赛，看谁今天把第一这碗饭先吃完。哦哦，还掉了。呀，又捡起来吃了。能不能不收？不要拿。邓子贤，谁再用手拿，我就把手绑起来哈。我们要手不能拿手拿，知道吧？手拿很脏，手上有虫子，知不知道？对，这样绑起来。对。嗯，好，加油，赶紧吃。哎呀，看着蛮香的耶，红的红，绿的绿的。爸爸妈妈。哎。我不吃了。滚。滚就滚。哎呦。叫红烧龙头，邓大厨现在不得了啊！邓大厨，必须的。这家伙是有好菜，他才会下厨。他看不上他的菜的话，屌都不屌一眼，活的不少一根。这汤，哎，这汤半饭一口吃四碗。你又想吃几碗饭？四碗。你敢吃？今天我今天要打的就吐出来，衣服都变小号了，知道吧？吃完就减啊，不吃饱了给你减。嗯，是哦，越减越胖。我给力。嗯，我的妈，这啥菜这么好吃？主要是自己装的，油钱比较省。这么好吃啊！那就是我买房子，不是你送的。送的不是你的。我就买两个鱼干，两个鱼干加起来就是五块钱。
穷的一全身上下都摸不出来十块钱。老板五百以下的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裤衩子都穿了三年了，你再看着办。我给你买十条，我换个领巾。9.9的吧？9.9的。以后有没有鱼吃就看天气了。是啊、哦，那看什么行啊？涨特大水就，然后你当决堤啦，或者是来好鱼啊，就这里面。我对这个鱼各种的，我吃也可以，不吃也可以。好，行。对。哎呀，我要大哥给我送一趟，送了是可以吧？给你送1000多的，都对我保护不好。下次别人送一趟，那不管我事了。自己偷偷摸买一套，你说这谁送的？是吧？没有，还不知道你这点小心思啊！赶紧弄吧。要不然买？你把我蟾蜍勾出来了，给我解决。要不然买？你先倒回来。来就买，进一下。哎，好账。